今日首先先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。嘉义县政府欢庆母亲节，举办112年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。活动以“哎呦我的妈”为主题，表扬嘉义县各界推荐的24位模范母亲，其中18位来自各乡镇市公所，1位是都市原住民，5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。县长吴展良讲：“妈妈疼惜囡仔是天性，所有的代志拢是以囡仔为优先，这是母亲伟大的所在。希望乡亲拢会当利用母亲的。”假期回去家跟妈妈做伙吃一顿饭，做伙度过母亲节。活动开始进行，为成功大道红毯进场，由18乡镇长陪同模范母亲进场，走到红毯的尾端接受县长汪忠良的献花。立委陈明文、蔡依依也伫咧边啊献上祝福，表扬活动除了致敬贝纳和每一位母亲，也安排大家做伙翕相的环节，让母亲会当甲身边的家人伫舞台顶留下纪念合影，场面非常温馨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，我想这样的一个节日啊。让很多的小孩子那可以跟妈妈说声我爱你。我想妈妈疼囝天生主连所以囝对于老母特别亲切，而且大家对母亲一辈子在照顾他们那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感谢。有人讲不管人偌大汉，我们永远是母亲的小孩哈。所以有时啊已经食到真侪回来的老母。嘛是搁咧烦恼啊，囡啊，是不是食会饱、穿会少？所以这个就是母爱哈、啊。所以今天很高兴，我们嘉义县表扬的是8位我们每乡镇推选1位，还有我们身心障碍团体有5位。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表扬，一方面也给他们所有的各乡镇推荐出来的母亲给他们肯定；二方面也透过新闻媒体让大家知道母亲节快到了。请大家打个电话跟母亲说声我爱你。县长汪忠良表示，妈妈疼惜囡仔是天性，为出世、饲奶、换尿布啊，一路将囡仔扶持大汉。囡仔若是无爽快，妈妈的心更是无爽快。囡仔食袂饱，妈妈会将碗里的饭分给囡仔。所有代志拢是为囡仔设想，这就是母亲。母亲对囡仔的要求真简单。第一是囡仔爱照顾好身体，第二是品性袂当变歹，只要会当做到，母亲就会感觉真欣慰。汪忠良也阁讲，事实爱尽着孝道真简单，加回去厝，加敲电话关心，希望乡亲拢会当利用母亲节的假期，做伙回去厝里，甲厝里的人食一顿饭。新闻新闻中来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哇，多给你一个。透过晚酒超市，它的通路在我们台龙花这家公司帮忙，所以整个可以跟日本的好朋友分享。台湾の嘉義県で作られたパイナップル三つ編みです。嗯，確かにちょっと硬い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。雲ジャンリアン知事と生産者の陳インリエンさんなどが訪れ、パイナップルを品。这样的凤梨有着两国的情谊。那这样的凤梨有两国之间彼此互相关心的那种温暖，我们希望就要像两国之间的感情一样，可以长长久久。希望日本的好朋友大家会喜欢蜜柑味。喂，浩子，这真正无重要。这对我来讲，这不要紧。哎呀，就算是演戏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啊，唔挂绿灯呢。有上是车顶，嘛是爱行行人穿越设施哦。亲子爱行家，这不要紧。过车路爱记的停、看、听。过车路，请走行人穿越设施。你我安全上要紧。骑车不只是个移动方式，更是一种国民运动。时速15公里的速度，再次感受台湾之美。我是交通部长王国彩。2023世界自行车日，单车游程嘉年华，6月3号，让我们一起相约骑车吧，不见不散。